嘿，大家好，嗨，谁影浩？嘿，大家好，我陈浩。今天这部影片带来是《瑞克狗角对上》，听说可以打败瑞克的艾米丽。艾米丽这个角色呢，最近呢，在这个职业联赛也是又拿出来用了，对吧？那因为艾米丽的这个要求西纳不高，西纳有没有真的一打一会输啊？因为艾米丽的这个被动啊，我其实有挑配到他的，但是因为艾米丽的这个被动呢，单挑一只角色的时候啊，伤害会提升50%。哦，所以呢，这会被打到变懵逼啊。那这也是这个艾米丽为什么会崛起原因，因为其实现在这个狗角瑞克太猖狂了，但是艾米丽是可以抗衡他的，你知道吗？因为他真的要跟你打起来，你大招他大招，他大招你大招，你大招格挡他大招也有这个，反正就是属性的问题啊，对，就是这个被动的问题，所以艾米丽其实。这个、同样装备、同样经济，跟这个瑞克互猫的话，同技术的话是打得赢瑞克的。说实在话，所以一开始我看到干对线是艾米丽，有点吓一跳。但这边的话，看到对方的打野啊，这个可爱的这个玲玲啊，玲帝啊，拜拜啊！可恶，我居然没有斩到。我本来想要抢掉这个人头，就这个锦呢，小粘虫啊，直接就把这个玲帝给收割掉了。我这边预测一下这个位置，哎呀，挑飞到了，想要闪现走着，搭配美娜。直接扑攻败掉喽！好，那这边因为想说就要回家了，所以我也懒得开格挡了。那这边看一下，哎、欸，好像要吃魔龙是不？本来在下都想要回家了，赶快想说来帮一下队友。哦，这个成功的收掉这魔龙之后，对方的艾米丽呢，不知道复活了没？应该是复活，但不知道走到哪里。哦，所以我这边赶快清完兵线，我就要走了。不然这点血量呢，我想艾米丽看到我就嗝屁了，他用眼神瞪我一下，哦，我就嗝屁了。然后这边再回到线上去了，可以看到队友呢在其他路啊是稍微的有点被打歪的感觉，还好啦，其实只死一只金娜而已。这时候看到下路兵线，奇怪的怪怪的龙叮咚嘞，艾米丽是不是在蹲我啊？我操，为什么兵线没有动呢？很奇怪哦，很奇怪哦，要不要出来说一句话？艾米丽，你们，我就知道有鬼有诈，我这边赶快先拉掉一下。哎呀，直接八门遁甲死门开啊，吓死我，吓死宝宝。想打着我就偏偏不跟你打，兄弟。而且艾米的续航力很好，他的二技能、一技能都能够补血，哦，都能补血。我真打到亏了，本来想跟他硬刚的，但是发现完了，不，对方后面还有一个灵帝啊，紧张哦。那还好，我们大招开的时候也是有这个免伤的一个效果在。好，这边的话，我们先把这灵鸟优势给抢过来，这个小确幸先拿一下、哦。那这个艾瑞的这个装备呢，基本上不太跟变的，我出一个比较偏向半坦半攻的装啊，因为对方的这个艾米莉啊，不算是我一个可以一次就干掉的角色，所以我还是出了火甲，想说跟他慢慢烧啊。那再来呢，出这个破阵是为了去抓对方后排，再来呢出一个这个冰袍啊，让我在大招开起来的时候，缓到对方的时候，普攻可以普 A 多下一点。而这艾米莉的血量太惨了吧，兄弟，你这样搞不是就是要我杀你的意思吗？OK， 我们这里成功的带掉对方艾米丽之后，下一件装啊，第五件装我们带出王者，而这边手机呢有点当当了，当掉了，大家不要紧张，不要怀疑是你的荧幕啊，是我的这个 HDMI 线的一个问题啊。好，那这时候呢带掉之后呢，我发现我应该要把我荧幕的镜头再往下瞧一点，不然大家只看到我这个俊俏的额头。哦，我这边再做这边一个防守，看一下你是不是想来弄我啊？是不是？是不是想要来阻拦我们吃野？好，没有了，哇，操，人也太多了吧！哦，赫然发现呢，吓了一跳之后，发现只有一个这个美娜在那边勾啊。那这边吃掉他们的野怪之后，马上回家。那我们看一下这一波的话呢，我想要做一个进攻，但发现队友都离开了，所以呢也不要自己打，就算了，拉掉。还没有强到，现在的经济差距还没有强到可以强势的在一堆人当中收掉一个你想要收的人头。好，那最后一件装要带出的是复活战甲啦，那或者是你要带天虫也可以啦，随便啊、哦、都可以。那但是呢钢枪也不错，因为大招每0.5秒就可以造成伤害，而且很快就可以叠到50%哦。而且毕竟大招会对范围性造成怎么讲，会对范围的敌人造成伤害。而这边这个艾米丽想跟我打，你开大招我还跟你打，我傻了是不是？我当然是直接投机悠悠啊，这一点都不是男子汉的对决。但这边看到对方的打野哦，直接过来，呜呼，走喽，拜不，呜啊，还好没死。完了完了完了，这个对方的麦克是想弄我，我在这防御塔等你，但他飞到一半又不过来啊，难道是他被抓住了吗？那我们这边看一下，稍微扭一下，
看到了这个 Max 啊、哦，我在草丛里，我直接杀过来，看到对方图人，我按了二技能免疫之后大招 ，biu！ 我其实没有被图人打死啊，我是被这个电死的，你知道吗？而且我是被麦克斯勒的那个被动电死的，不是被图人电死的、啊。那这边看到草丛有鬼，有鬼，我们的美娜也靠过来，我大招直接搅起来 ，biang 喽 ，biang 喽 ，biang 喽！哦，这按这个对方的灵地差点没抓到、啊，还好没给他跑，又要来了是吧？那这个麦克斯感觉是要飞的时候，跟他讲，哎呦，那就这样，我、哦、停下来，因为其实麦克斯飞我没什么意义，你懂吗？我进他进来，我直接一个免疫啊，我就把他搞死了。但如果血量很残的话，可能还是打不赢。好，那这一波的话，我们直接打到对方的高地塔，美娜开启了一个大招，我赶快用二技能免疫，完了，艾米来了，他就是瞄准我，直接大招，不用大招，叫了一个闪现过来，活捉我的人头啊！哦，这个全国下令通气。那你可以看到中路塔呢，已经蹦下卡拉卡，已经破掉了。好、哦，所以我们这边在这等，你等一下。我跟你讲，你们、啊、打瑞克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草丛，草丛真的很恐怖啊，真的很恐怖。没有看到他的，除非让辅助进去探草，但真的很恐怖啊。那这边的话呢，好吧，这个麦克是我勉为其难的，居然收不掉啊，还是被他跑了。那我这边还是收了一个美娜，一世纪念，表示说我有开过大招。这边再顺势再收一个这个林地啊。那人头都不是我的，都是队友的。好，那这边看到下路的艾米莉亚在那边防守，那我们呢就跟着队友呢一起呢主攻一路，好吧？好吧，我们主攻一路，来看一下上路有没有东东可以打，来打东东，来上路打东东，来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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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中路上路这个塔基本上可以爆，我直接进去开二技能，哎哎，赶快二技能免疫一下、哦。那对方的麦克斯哥来啊，我大招赶快开起来啊，我跟你打真伤打兄弟，我、哦、直接收到对方的 Max， 而这一波的话必须牺牲啊，我发现我出来的时候居然没有挑飞啊，但是其实当下我就是觉得要牺牲了，要给队友一点输出空间啊，对，我们不要太在乎战绩，我们要在乎的是最后的星星，对吧？拿到了十颗星星之后，我们就可以打贝卡斯了，对吧？欸，我那天在看一个影片啊。然后那影片在讲那个就是黑魔岛的所有卡片的图案哦，以前的黑魔岛告白麦唧唧好丑，但我最喜欢的是因为现在的黑魔岛好像它的这个图都是蓝衣服但是红边然后脸绿绿，其实我觉得蛮丑的，我喜欢一张是紫色然后可能好像白边嘛，反正那一张蛮经典的，有张黑魔岛蛮经典，我觉得那个的黑魔岛比较帅啊，而且比较像游戏里面的黑魔岛啊，其他那个红边的那一种蛮丑的，其实不得人心。然后那这边的话呢，他们呢在这个应该就是开全屏做一个交流大会啦，哦，就是交流一下说，哎、欸，我们队友怎么样，你们队友怎么样？对，那这种东西打出来呢，其实就是让对方知道，哦，你们在吵架，太棒喽，趁虚而入咯，但这有时候也是一种声东击西，然后觉得哦，对方吵架，好，那我轻松打。哎、欸，我还是有那个、欸，哎、欸，其实有很多的反败啊，队友嘴一嘴之后，或是开全屏嘴一嘴，就是突然赢的、欸，也是有，哦，也是有。对，大家不要那个，不要想说不可能。好，那这边的话，看到对方的这个麦克斯杀过来了，而且后面还有一个艾米莉，我这边看了一下伤害，先挡一下之后，一技能戳过来，戳到对方艾米莉之后。我的这个被动啊，没有帮我把这 CD 剪掉，应该是没戳到，要不然是我前面先用了。所以这一波的话呢，虽然说感觉好像打赢了，但是有点残哦，所以我就先回家。那下面一位我们要出的是王者之剑哦，那可以看一下下塔，基本上有警在啊，啊、哦，对方只剩两只，也守不住啦，你们就乖乖的、安心的把那个塔送给我们吧，好不好？我们不要太残忍哦，不要太残忍。那看到我们的这美娜很凶啊、哦。这么凶猛的美娜怎么可以不搭配一个这个这么帅气的实况组来拆塔呢？这是单排，其实对方我都不认识了，好不好？来这边看一下啊、哦，看一下，我先绕一下。我想哦，这个麦克斯欺负我们的队友就不行了，哦不行。哦，这边看到对方的这个图人啊，想要来弄。哦，那我们现在走一个就是收割位啊，我们等一下要打的就是一个收割的位置，血量最少，我就直接拢了，你知不？哦，大招亏了，刚好进入美娜的这个。沉默里面了、啊、哦，不过没关系，这艾米莉再一次嗝屁，我、哦、这边再一次弄掉大招斩杀 ，biang 喽，哦，搭配队友，哦，虽然是嗝屁了，但是基本上拿下胜利才是最重要的。
好的，那今天这一部影片我们到此结束了。下面订阅一下 YouTube 频道，可以到的 Facebook 帮我按赞，那么 Instagram 去帮我追踪一下，好不好？好的，那我们就 See you guys， 拜拜。